对啊，这最后一局打完就撤。成长核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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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刚浪费太多了啦，我刚浪费太多，我刚浪费太多。一个没有锁王的关卡死在锁王，对。然后本来有见到早点睡，明天有个求职面试等着我，加油 ，destroy， 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干阴阳哎、欸，对啊，干阴阳哎、欸，要个赞吧，现在180个人在线上，只有58个赞而已，我们的阿弟还没有死，如果你在线上，能不能给我一个赞呢？有没有机会破个百赞呢、啊？感谢各位，今天有一点乱，真的出现了很多奇怪的 trouble， 小夏还没有回来，婷雨呢？婷雨呢？西兰回归嘞、欸，有没有人知道西兰你怎么回归的？对啊，也不行。对啊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阿弟没死 ，YT 倒是快死了，真的 ，YT 快死了！不要这样搞我啊 ，YT 突然回归，对啊，好啦，我觉得是 bug 啦，忍忍吧，忍一下小夏，忍一下停鱼，点赞需要抖内吗？不用啦，不用啦，不用了。EA 模式，靠北。来。死亡模式 ，I don't know why。你真的什么都没做，那应该就是反正就 YT 啦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大家自己加油。三狮子哦，三狮子哦，好存钱了，等一下给他杀到底就好了，等一下给他吼到底，等一下吼到底，叫出来，不用啦，都这样子了还叫？对啊，我先存个钱，等一下不然浪费钱，买了啦，你说买阴阳哦？真的假的？很不想欸不是很想买阴阳欸，又要空了。不会啦，这应该不会空吧？这应该不会空啊，不会空啊。这个先合一下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原子也合一下。晚餐吃啥？吃鸡肉啊，鱼。到时候上片都要付钱，因为你要赚钱，所以你要先付钱。太可怕了吧！我看小夏说什么？其实我们在看的是录音档，没有没有，我都在，我都在。我存一下问卷，下次有钱时假装卡 bug， 靠北。哦哦，来不及啊！什么都没有，哎、欸，很会吼哎、欸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应该过了，这样就过了，这样就过了。昨天球球英雄挂了，没办法登进去了，那今天应该就好了吧？一天而已，这种东西。网路怪怪的而已，没事啦，没事啦。嗯，我都没有原子。刚庭宇喊了很多次大头还是没有跳出来，我的可以。对啊，就是刚庭宇有说叛逆用庭宇的账号，结果还是不行，坏掉就是坏掉，坏掉就是坏掉，没有要给你好的意思。我觉得就等吧，因为我也找不到原因，也没有原因啊，这个原因我也不能马上就救，也没有办法。对啊，但是没关系，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，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反正我也没有 ban， 我也没有干嘛。嗯。嗨，叛逆，早安，叛逆。转一下，哇，三个魔术师怎样？手一件200，香。对，反正不是我的锅啦，我只是怕是我这边的问题而已。至少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就没事。哎。没事没事，哇，这怎样？慢慢来哦，我把账号给听雨就好。还要改名字哎，看一下、哦，我也消失了，干真的假的？这个是谁？这个是谁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突然忘记了。吴锅鱼吗？咖喱吴锅鱼吗？蛮诡异的，哎、欸，把截图给我一下，你们消失过的都把截图给我一下，对对对对，截图给我一下，
我跟 Y， 我也跟 YT 讲一下，对啊。嗨，饭团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我消息拍给婷宇了，可，传个图片给我。哎、欸，有啊，婷宇那个我有，婷宇的账号我有了，我只是想要个别多一点的账号。对，不同账号那个多一点，例子多一点。我有消失吗？没有，我看得到你就没有。其实你只要看得到你在荧幕上就没事。对。一定又是烟犬搞的，哎、欸，能讲出这句话的，哇，不错，你这个感觉应该是差不多年纪的，今年辛苦啊，多个账号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多个账号？哇，你看这样多香啊，你看这样多舒服，老样子。婷宇哦，对啊，可以，二三五，有，感谢，你在读我留言吗？对，我就在读你留言，嗨嗨。好烦哦，这个。五星，哎，小麻烦。有了，过了了，过了了。哎呦，打到短刀！哎，你要8591一下吗？辛苦都对啊。只能暂时这样，就怕它出现问题啦。没问题当然好，能够解决就好。超逆霸王活动问题吗？可以，这边应该有，这边有那个 RO 的实况组可以回你。交给你了，小冷，帮我一下。你看，小冷都说必须的，你看，小冷真是个好的实况组。嗯，谢谢小冷。还他妈的干！保底93周十抽出 B 赏，干，这是要问题吗？你这他妈的叫问题？干，你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不是问题、欸，你这个问题充满着炫耀的味道，都飘过来了。重新刷的话，不要，为什么？哦，你 A 赏会，全部都归零啊！你的卡片也不要啊，你这样刷下去，你什么都没了，你就是重新下一局、欸，哎，对，不要乱刷。你应该是 A 赏才抽吧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是 A 赏才抽，对吧？你 A 赏应该有金卡吧？对，如果 A 赏如果不要就刷，对，除非你 A 赏是不要的。如果你 A 赏是要的，那你就继续刷下去，不要重刷，这样太浪费了。阿弟有问题吗？不行，怎么可以在玩阿弟的时候问阿弟呢 ？A 赏是不好看的，那就没差了。那很香，你就洗掉吧，这样是 OK 的、啊。OK 的，真的，吓到，还以为我刚刚睡觉消失了一分钟就睡觉，太快了吧？那这就刷就对了，没错，因为那已经是你不要的东西了，对吧？而且你又那么早刷出来，等于是省钱欸，超赚，真的香，有过羡慕的，羡慕嫉妒恨 ，B 赏会重置了，就全部重新了，全部，你的次数也会重新哦，对吧？你的次数也会归零哦，归零高哦。我们要1000多，我们要5万多块，可以啦。你看，这个队伍就够了，对不对？赌骰子怎么配啊？你就放上去就好啦。只有新的 Raiden size， 你怎么配都是对的，真的。哎，不是我留言好像消失画面了，为什么？真的假的 ？Rich J R J， 你有没有办法撕我一下？你打字出去的画面，你这边看得到，但是我这边却没有东西的画面。对，
买士卒最稳的球，跳最高的楼，没错，士卒就是要往反方向去买，往赔率高的去买就对了。不要想太多，哇，可惜有点亏。哇，我应该先丢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过了啦，过了啦，这怎么能不过，对不对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达达不氪金能出红五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小夏是靠北，这什么游戏啊？哦，小夏在玩那个，小夏在玩那个，小夏在玩那个。因为这边衰，钢炼拿到好卡，浓的出来很漫长。没错，没错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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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消失了，简伦也爆炸。哎、欸，简伦刚刚讲哪一句话 ？B 赏会重置。简伦讲什么？简伦，简伦 ，Tet。简伦。哎、欸，简单，伦。我现在可以打字，我这样是不是这队太简单了？像昨天肯定是要买和局的，太难了啦！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，我早就 all in 杠杆全开下去，隔天郭台铭就在我下面当攻读生了。对啊，如果有早知道，对不对？all in 杠爆压身家，我还在这边打协同。那你怎么看补士这条线？我还没看我还没看有这么夸张吗？有这么扯淡吗？对吧？爱骑士，没事，你们都在，艾米饭团也还在，对吧？看看就好啦，不要因为听到那些很夸张的赌数就干，真的该这样赌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要是每个人都这样赌，谁来当输家？对不对？谁来当输家？当初要你这样赌，其实也不敢啦，真的，当下怎么可能敢？对不对？炼金可以回血，体质越高，哎呀，连补师都要没有出、啊、复活、啊。复活、啊，复活、啊，复活！这一招有砍吗？如果补连炼金都可以复活的话，那可能就另外一个故事喽，对吧？睡觉，拜拜 ，ZZ， 拜 ZZ， 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对吧？现在大家都会说什么？该怎么做？该怎么做？我都会说，哎、欸，那你有没有 all in？all in 压身家没有啊？那就是说说，只要没有压身家，我都当做听听就好。对，你就如果别人这样回，有没有？别人在回，我就跟你说，我就跟你说，早就该平仓，早就该怎样怎样怎样。哎、欸，那你有 all in 吗？没有，那就当做是屁话。同学输五千，他直接气死。不要说输五千啦，那个啦，你就跟他讲是那个过了啦，过了啦，还有六万多块、欸，怎么输？对不对？这一队就好了，有没有？这一队就好了，简单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。哎，过了160分，好啦，我们大家直接上，我们直接上，我们直接上。来。